举报学校乱收贿，把他报复他七次做检员。妈呀，太坏了！他不是贪官，他就要走到这种下场。他要是贪官，跟你一块趟，你是贪官，他就没有今天。对，他们五个策划的，出面子他一个出面子。现在他腐败太厉害，整个他年年看到人家会干搞软土屁用。